哎，对了，陈琦最近总是提起你，有时间来家里坐坐吧，给你做一桌你喜欢的饭菜。他提起我，那应该让他来请我呀，让你来多没诚意。提起你的人是他，邀请你的人是我。也一直没顾得上呢，也该是时候去老屋看看。那边还有人在等我开会，我就先上去了。以后如果有什么公事的话，你跟桃子约就行了，你可以来办公室找我。那如果是私事呢？那就只能等我下班之后了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